核酸检测阳性者，现住朝阳区平房乡十个庄村。2021年10月来京务工，1月14日左右出现感冒症状，1月17日前往朝阳区核酸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，1月18日早晨反馈核酸检测结果异常，14点经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复核结果为阳性，并检测出德尔塔变异株特异性变异突变位点阳性，立即联系患者，并及时将其在即将开往威海的 G1085 列车上进行管控，目前已转至我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。